有几耐冇见过咁热闹嘅机场呢？随住本港逐步复常，唔少市民都趁年尾假期报复式旅行。由上星期四起，港人每日出境人数超过20,000人次。有成日去旅行嘅罗小姐再次带同仔仔女女去首尔玩足10日。有冇话今次旅行大概谂住消费几多钱？45,000 total， 梗系好开心啦，同埋即系又唔使测试啦，因为泰国嗰阵时咧就要测试嘅，测试即系锯到一颈血咯，咁好贵。担唔担心去旅行会延疫啊？因为本身唔担心，我十月先去过嚟。哦，你十月先去过，哦，咁都系去首尔第一次旅行。跟住系啊，八月尾又去过泰国。咁你咁高峰嘅时候都冇事，咁同埋我哋打咗针啊嘛，打咗针又冇乜嘢好惊咯。系打齐四针嘅。系啊。哦，即系佢哋就冇咁多，只可以三针，同埋我哋都中过咯。哦。冇乜嘢好惊。去日本。哦，去日本啊？有冇谂住去 total 几多日？8日。点样睇呢个措施啊？几好啊，特别对小朋友好啲，我觉得，即系起码唔使佢成日尿咯。即係成日去做 PCR test， 當然希望可以快啲唔使戴口罩啦。咁但係都即係如果嚟緊之後係會開關嘅話，咁都會睇下究竟其實點樣對自己嘅 protection 係最好咯。係啊，特別小朋友咯，我覺得。